青哥，你在这？咋了？粉丝让我今天来专门教训你，你敢应战吗？小子没对手。没对手，来干嘛？敢来一盘吗？来，打一上下。那怎么对手？我今天绝对不会让粉丝失望的。来这么狂，让你先走。哎，手脚话手跑。看害怕了呀，第一步就发抖，上吧。上嘛哎？进坐。发抖啊！出去。对，我就压死你我。你竟然大言不惭说你没对手，你看我今天咋收拾你啊？上吧。之前老黄们都吓唬我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就听着你吹你。咱主要吹牛。乒乓。吹啥子？吹牛也没说过，知道吗？你还以为气也没说过。你这吹牛逼的本事哪学的？哪学的？有秘籍？哪里上咋学的？有秘籍呢？学不学？小火车有呢，9.9。我就看着你吹。出去。上马。哦，原来没输过的象棋是这样走的。来，平局。你学习卡哎，那招法。吃，进局就吃。这不就正常呢？大爷，这都被你看出来呀！哎呦，打我！哎，乒乓，打我4局来了。哎，局打死了，打死了，没地方去啊！我敲点，哪下打死了？我才局呢，他打。哦。哎，现在右击收入知道吗？哎，怎么踩？你给我踩！还是死的。哪下死掉了？这不踩了吗？这。把一老家伙他打掉。哎。哦。哎呀，我哎呀，踩不掉。哎呀，我让你跑，我上市。时间不允许你搞，炮又丢了。哎呀，抛弃了，抛弃了。这我救我，我不想吃它。哎，我这，哎呀，这么操作，你靠，厉害不厉害？高高高！哎呀，这不行高。乒乓，你靠，六，你靠，叫你嚣张。哎呀，眼镜哥这，啊，那吃我双雷呢，先上个试试。眼镜哥终于走出来一步好棋。终于走出来。你还想打我4局呢？做梦呢，做那些，一天天的。来，进去。哎呀，退炮，退炮！你也没看我俩飞下去呢。小子气得大招了，这么做最好的棋啊！我让你吹，眼镜哥这辈子就这步棋走的最好，就这一步啊！来进去，还吃我这个呢？你咋小的美的很嘞？哎，你好，步步是相手，打掉，高高高的，打掉！哎呀，你该吃吗？打掉，我先让你狂一回啊！来，我先飞下，还不打。打掉我杀他一脚，我跟他说，哎，你来，你靠，现在气稳稳的了哟。哦，又吃笑，哎，出来！你交了甩了吧？哎，想得倒美，你输都没输，怎么交呢？上个象，对，上个象，小心蒙弓。你交了甩了，我的招法小心。来上射。那发笑了，我这天还个打串呢，上了个射哎。哦，你还想去打串？咋不笑？咋交啥？哎呀，你看到了吗？绝杀呀！不是小，走好了，咋不走好？直接拿我的打掉了。步步是先手，那先手是这个样子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还去杀他？你的步步先手是这样子的。哪看着打狙的呢？哎呀，气的我！哎呀，那杀了死我就往那打嘴巴就没一寸，就看吹牛逼。哎，有的时候你看打4局，我的狙让我好吃。哦，他的狙也死了。我的。兵给你吃，打了，哎，不，这都不理他，我打他算了。哦，死子不急吃也行。他给我飞脚起来。哎呀，他把你的马打了。不要，马都不要。不要。哎呦，挺狂的，来吃。狂嘛，狂嘛，你可死就给我招呼哈。送给你吃。小子，我亲孙子呢嘛。哎呀，完了。吃下，直接吃狙。我吃大狙算了，烧尸了。小伙子，上市吃市嘛？这哎，羊都有老鼠呢，主要是这个。来，边兵给你打了。主要是这个，完了将军了。忙什么忙？我狗也不给我将军下下就行了嘛，一不杀死你嘛。哦，吃象一不叫杀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他狙白丢了。来出来，来狙打了，狙打了。我都不用跳起来打他。看着我怎么教训你？哎，现在子力一样，你这吃象还。将军，哥你吃起来。他都没象了。他已经没象了吗？大哥，你是奸细啊！一会说他没象，一会说我没象。哎，是。哎，咋了嘛？哎，咋了嘛？咋了嘛？偷象？咋了嘛？交枪不杀？咋了嘛？我就是墙头草，哪边风大哪边倒，知道吗？来，乒乓。走，这是在正哪去？上一期让我杀死就上来了吗？只是杀死就刮风下糊弄嘛，能做啥？
将军，哎、咋办？炮给抽掉了。那炮就死炮吗？你能活下吗？是死炮一个嘛、嗯。他敢吃吗？吃了将军抽狙啊！来，将军。想将军呢，知道吗？谁将军呢？那个炮给吃掉了。哦，先将军。对的，哎。哎，这炮。来，炮给你吃。这炮真丢了。哎、我让你狂。丢了，丢了。一样的，而且你看还有四个局呢，主要一趟，他现在没有了，我说四五，过一个冰就赢了。我让你先吹着、嗯，来静坐。让我先吹一回，来，你把这个高脚、啊。我继续工作。来。哎呀，人家他是贵姐子多的，这这是。平坐，咋办？你看你这局都害怕了呀，跳起来了呀。局都给我打着放狗头呢，兄弟。哎，这三个兵都过去了。那投降吧你。三个兵都活了。平均。僵死了，僵死了，下不来了。我靠着你，哎，能僵死吗？一个单狙寡炮吓唬呢。哦，行，单狙寡炮吓唬呢。有点过了，兵。我继续僵，咋办？能上三楼呢，咋办？炮狙。将军彻底逼呢。嗯，再进、嗯，再进。来，不动。哎，大哥，你们走几步呀？耍赖皮呢？这是咋了嘛？都他死。哦，对。发现竟然是个墙头草，下次不就在这里要你了？几个不来丢了，哎。那就往那现在追上来哟。飞死他！嗯。想得美呢。那三个就快跑！只要你喊自己吧，那三个都过。岂止拿你，你就威死他！嗯。四局闹事。四局就的。这四还有呢。来，静坐。威死他！你看。听坐，对，嗯，就下围棋，围死他，围死他。那等到兵只要到一起了，那就饺子都弄不好。来，请坐，吃屎了，吃屎了！哎呀，上市，上市这不，哎，小伙抽几个，咱能下来吗？已经，哦，僵死了，哎呀，这下就僵死了，来了吗？哎，大哥，来，走，还走吗？我看你咋走，咋？我下来了吗？咋了？咋了？来，哎，炮吃了吗？哎呀，炮吃了吗？这搞啥？这沙悟姐往哪走？往哪走？进不来了！哎呀，哪走？就听你话了，跟你说。走，赶快走，往啥呢？那上的、哎。你都输了好几局，你坐这干嘛呀？快走，下一位。我输咋了？谁输好几局了？行，那既然死皮赖脸还要下，我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大爷，我先走。哎，我再输一局，我就能把他吃了，你伤不伤心？跟你说的。这就我说的。你们要作证啊！这就我说的。先认识路。先认识路。啊！我不走就得跑。别下。我是个编码，我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我让出去是多快啊！出去，来熊和狙，来上马，进卒。进卒能干嘛呀？我先不理你了，大爷，你太狂了。平炮，赶快上马！上马，对啊。来出狙，咋办？出狙我就怕他，我管都不管。你越出不越出、哎、他来压你的马了、哎、他压大爷太狂了啊！来进去你看、哎、他能压住吗不压我还想跟他对去呢他不压我还谁跟你对来平炮喂、哎、来拱兵咋办、哦、拱了吗这个兵啊不支持哦，对，支持吃马，哎，哦，对对对，对想吃我马，哎，来，我看你咋吃，我上马咋吃？我上上就行了嘛，哦、我管你啊，拦不住，哎，来进去，哎呀，打，我也进去，哎，进去我先不理你，啥来，五兵，啥意思啊？你们这是？你吃的太差，你就看不懂啊！哎呀，这你不吹的是？射咋办？天外飞仙送炮，嘿！哎呀，天外飞仙一打，你看，丢的就发过去了。人家大爷有自己的想法。平局，哎，给你拴住了，你看。他拴住他放得起吗？哎。来，我上马。炮射掉。吃炮，大爷，滚！进去、啊，少吃啊，嘿嘿，吃咋办？咋办？你看我咋办？哎呀，盖住了啊！对，盖马三锤，这叫知道吗？
胖。这叫盖上山吹，哪来的盖马山吹？这马盖住了吗？这不是？哎，我再上香，哎，这个马你就放着吧。哎，我让你狂香丢了吧？哎，你看你上香干嘛呀？不能香，香了那马又丢了。上了这马吃马了又，哎呀。上就吃马，我不香，谁香？哎，我就不香他。将军，咋办？那踩了就行了嘛，咋办？马跑了，白踩那一个象跑了。他马能跑了吗？上马。哟，这什么笑了？来，上马。他能咋的呢？哎，你看能咋的啊？我怎么收拾？我就看着能咋的。打炮了，炮又丢了。来，让他打，打一个试试。炮不要了。炮给你吃，咋办？啥意思啊？就给你打了。咋办？是不打饭？来，他放着嘛。哦、对不对啊？出不去了、哎，他出不去啊！他放着嘛。乒乓，来，哎，你给我放着，吃死了哈！先弃后取啊！来，你敢吃吗？咋吃？哎呀，哎呀，还问我敢吃吗？你把那干麻子吃掉！哎、打局吃炮，哎，高，来，事业给你吃。好吃了，你把那个麻子给我吃掉，能咋的还？嘿，乒乓，你把那个麻子给我取掉。吃麻。来，将军，咋办？没救了，取掉了。这下来了吗？哎，谁讲？来，再讲。那我就上来呢，能咋的呢？我再讲、哎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哎呀，大爷就在做能僵住吗？垂死的挣扎你，你、啊、这能僵死吗？来，上马。那跳马就叫啥了？嗨，你跟你开玩笑呢，是就是。也就是个开玩笑的，上马他能教吗？他能教吗？哎、来，兔驹，还走吗？你看，教不教？这个呢？也就是个开玩笑的，来，崩死了，还走呀，大爷？哎，给象棋吃了吧。进吧，哎，上来，将军，僵死了，哎，来象棋吃了吧。哎，你就吃了，都愿意进吗？这吃对不对？吃了，还给我抓了也是抓错了。象棋吃了，哎，给吃一个是客气。